早晨，欢迎大家翻翻嚟我 Learn with Tom Lee 嘅西班牙文教室。Gramática española， 西班牙文嘅文法。Lección ocho， alfabeto， la letra R， R， E， S， 第八课讲字母 R， R， 同埋 S 嘅。如果大家仲未 subscribe 做我 channel， 记住揿下低嘅 subscribe button， 然之后揿埋隔篱嘅钟仔。我哋而家开始继续西班牙文字母嘅课堂。La letra R 字母 R 呢个西班牙文字母 R 系好重嘅卷脷声音嘅。我本人嘅卷脷咧系唔够重，所以如果大家条脷系可以卷得好紧要嘅话咧，你嘅发音一定比我准确嘅。喺呢度我只系教大家嗰个发音应该系 R。咁有人教我咧，就系将条脷咧系摆去后啲，即系个颚嘅后部分，然之后打横咧。如果你卷到三卷嘅话咧，你就可以发音好准确呢个 R。但系 anyway， 我睇睇 R 嘅字有啲乜嘢字啦 ？Roba 即系衣服 ，Febrero 二月 ，Febrero 二月 ，Enero 一月 ，Enero 一月。Vivir 去住，咁你留意翻啦，呢个 R 呢个字母，如果摆最头咧，个卷脷声咧系最重嘅；摆中间咧就轻翻少少，而最尾咧卷脷声咧系最少嘅。所以你会读 Vivir， 你系唔需要话 Vivir 个卷脷系咁重嘅，可以轻翻少少，即系开头系最重，中间系比较轻少少，而最尾。是更加輕的卷脷聲音 Roberto 即是 Robert Redondo 圓形 The round shape Rata 即是 Rat 大老鼠坑渠老鼠 Mugar 拇指 Fum Restaurante 餐館你會發覺它的發音是逐個音頓出來的 Restaurante 就是餐館即是 Restaurant Tenedor 餐叉 Nariz 鼻哥 Cuchara 匙羹 Diga Tiger 老虎 Rello 鐘錶鐘或者錶 Radon 是小的老鼠即是 Mouse 而 Rada 是大老鼠 Rat Hora 一小時或者是時間 La Reda L 字母 L这个字母的发音比上高 R 的发音是更加卷多一次的脷所以是 double R 就变了 R 这个字母没说我们亚洲人就算是西班牙人本身有些人都未必是那么准确地发到这个声音的那我们即管试下了 Bello 就是犬隻狗 Arriba 在什么之上或者是在上面 Arriba Gloria一个动词去奔跑 Deramar 好像广东话的粗口 Deramar 即是浅出即是倒写一些东西 Faro 是麦米意大利其中一种食品叫做法罗简单一点说是意大利式的麦皮 Galera 脚爪是一个爪 Holo 是一些廉价质地很差的香烟 The poor quality cigarette Horror Maroon 棕色即是啡色 Narrador 即是 Narrator 叙述者描述者或者一个作者 Irrelevante 不切题没相关的 Irrelevante Maroon 红椒有青椒红椒红椒就是 Maroon 记住重音是在后面的 Muriel 忧郁的 Barilla 敲架一个烤炉 ，Barilla， 一类半沙贝，冇责任感嘅，即系 irresponsible。Haron， 一个花瓶，一个 vast。Irregular， 不正常，不规则 ，irregular。La letra S， 字母 S， 呢个字嘅发音同英文嘅 S 发音系差唔多，读做 S， 但系发音就系英文嘅 S。Sábado 星期六，记得个重音喺呢个位，因为呢个有个 accent 喺个 R 字嘅上边。Sábado 星期六 ，Isabel 即系 Elizabeth 一个名嚟嘅。Serpiente 一条蛇 ，Enseñar 去教系一个动词。Persona
在 Persian 人 ，Shore 太阳 ，The Sun，Shore 南方 ，South，Embassar 去包裹 ，To package，Sia 一张椅，椅系有扶手嘅，凳系冇扶手 ，Sia 系一张椅 ，Sin 没有，亦即系 without，Sagir 去跟随，一个动词嚟嘅 ，Shobe。在乜乜之上，或者係關於某一樣嘢。蘇丹蒂博即係 noun 名詞，蘇丹蒂博。Supermercado 即係 supermarket 超級市場。Seis 6六 ，Siete 就係 seven 七咁解啦。好，咁我哋而家重温由 la letra a 去到 la letra s， 我哋嘗試讀一次呢啲字母 a。be se che de e f he h i j g l e y 或者 e j m n n y o b g u l S， 好快，大家都可以读多一次。A B C C D A F H H I J K L A Y A J M N N O B Q R R S。好，暂时我哋讲到呢一度，咁下一节我将会同大家讲 la letras de u b， 不如我预先偷步读晒所有嘅字母先啦。El sonido de los alfabetos， 所有字母嘅读音 ：a b c c d e f g h i j k l a y或者 edge m n n o b g r r s d u b w 或者 w x y 最后就是 z。 OK， 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 ，stop 咗个 video， 然之后自己尝试读一次。我哋下堂再继续其他嘅字母啦。Adiós, hasta la vista.